逃生的呀。我们今天要来打试玩版星之卡比。星之卡比一开始会有一个大圈圈，粉红色的大圈圈，有两个蓝色大眼睛，还有一个粉红色的嘴，红色的嘴巴。星之卡比整个都粉红色的大怪物，旁边有几个爱心，就是一个爱心，然后黑黑的。我们先玩草原关卡，简单哦。它这边会有说这个遥控机的技能，给大家看一下。OK， 好，进入了。好 ，OK， 开始了。一开始会有一个粉红色，它会教你按 A 就会跳，但是一直按 A 的话就是可以飞起来。你看它现在变薄了，薄它就吐那个。哎，看，按 A 再按 A 就可以。刚才我们吃了一个东西，吃了一个昆虫之类的东西就可以放入了。按 B 啦，进去了，吃进去，踩可以踩它哎，吐它。刚才要吃它，这个往前进。OK， 好，这边，哎，什么？丢炸弹？按 X 丢出爱心，丢。丢出爱心，它就会变成你的伙伴。看，它很疼爱你。来拍手。有了，这个按 X 就可以丢出爱心。看，看看，丢丢，哎，你把它吃进肚子。丢出爱心。哇，哎，这个东西你可以吃，也可以叫它当你的伙伴。哎，好，你看到了。啊，自杀了，自杀是怎样？呵呵呵，炸弹，炸弹，看 A， 要一关多点 ，OK。OK， 冲，这个往下。OK， 打字。这个东西，一直按 A， 一直按 A 去撞那个粉红色，按 A， 按 A， 按住 A， 然后它就地点，你就可以逃走。我这个地方是逃走，逃走比较好玩。别让它砸到你。好，先飞上去按 A。OK， 还没录完，继续。好，又进来了，这里也可以丢出爱心。打。好。这里有一个火的力量，丢出爱心，它就会变成你的伙伴。如果你的伙伴，哎，这个好像不能丢出爱心。好，丢出爱心，丢出爱心。如果你已经有四个的话，你就可以交换一些剑士，但是不能交换星之卡比，因为星之卡比是不交，所以不能交换。斯卡比已经没剑了，这里可以砍断他的那个线。OK， 哎，这里有几个洞，你可以这样慢慢跳过去，慢慢跳过去。按 D。
丢到吸收自己上来，你就可以把它吃掉。啊，怎么？星之卡比的血少。啊！这个为什么跳上去？这一个因为它还吃的东西，你把它吐出来就会掉上去了。OK， 你可以走大浪过去，把它吃掉了。OK， 跳 ，OK， 再来一次。OK， 上来。哎，这是发出镭射的，好吃掉。哎，那个是树，看有一个树，好，怕死了。哎，这里可以拿一个血人，像这样。不、哦，看这样就有一个宝箱，跳一下。哎，这里可以拿他的宝箱。这里可以看拿那个 M， 看可以补血。哎，这里有火烧起来，把它冰冻起来。这里有一个图，拼图，要一直待在那里，它就会那个。看，你按 B， 就会它就会被冰冻。哎，你看到这里。有这个星星，你要按住，你靠住，这是啊，好，星星掉下来了，好，那就上去了，每一个角色都会用这一招，每个角色都会飞。好，这里是不同的，你就硬冲，他就帮打开我。好 ，OK。好，他踩到了。OK。好 ，OK。这一关 ，OK。好，进去，往前进，蓝色把手，这里往前进。好，这里按 A 上来，那一只就是，那我们先把这里的东西，哎，可以把下面那个清除掉，那然后它就变那个，哎，我知道了，你就变可以喷火，好，知道。好，烧完了。看这些撞破石头，这个影片很重要呢。这个影片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星之卡比，如果这个影片有5000人的话，还有5个赞，我们就会买正式版本哦。所以大家可以叫你的朋友订。看字哦。好，这雨伞你可以用爱心，但是我不要。哎，这一只到底是什么？哎，为什么喷的没有用？不知道。我们有2件是2个火焰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哎，大树，这是魔王，简单的魔王。
棕榈大树。喂，血还蛮多的吧？赶快喷他的血！啊，血 ！OK， 先喷他的血，喷他的血，喷他的血，喷他的血！哎，他可以换新音乐。哎，OK， 哎，看另外一招来了，OK， 我们现在先找先躲避再说。哎，可以吃苹果哎。拿出你的吸力，把它哎，吃进去，会。你先躲着，应该你现在亲自卡比的鞋子吧，卡比先让队友打一下。啊！死了！缩小。啊！这里有一颗紫色爱心，还会恢复你的血量。你会打视网蛮简单的话，请在下面留言哦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还有订阅好。哎，那下个影片再见了，拜拜！可别忘记了，一定要5个赞，5000人看哦，拜拜。1000人订阅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按赞还有订阅，欢迎大家下期影片再见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